从1994年开始 ,Caloplast 就成为腐蚀性应用换热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先者。当工业用换热器暴露在腐蚀性的运行环境中时，化学侵蚀会导致不需要的效应，如磨损加速、能效降低、提前停车导致的生产力损失等。Caloplast 的换热器完全使用高质量的塑料制成，如聚乙烯、PE、聚丙烯、PP、聚偏氟乙烯、PVDF、全氟烷氧基树脂，又叫可溶性聚四氟乙烯、PFA 等，其目的就是处理工业应用中可能出现的最苛刻的腐蚀。通过独特的模块化设计，每一台换热器都可以根据应用来定制，达到客户对精确度、性能和可靠性的最高要求。通过弹性设计和多管路技术的组合， Caloplast 可以为大流量介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，在保证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低成本运行。 Caloplast 的换热器是为多种应用设计，如加热、冷却、余热回收等，适用于任何气体或液体，甚至是污浊的介质。您可以在以下的行业中发现很多 Caloplast 换热器的应用：新技术、环保气体处理、表面处理、化工、沼气处理、农业及牲畜应用、能源储存、加热、通风和空调、海水应用、半导体生产，其他很多。 Caloplast 针对腐蚀性应用的换热解决方案，会在设计、可靠性以及质量上超出你的预期。Caloplast 腐蚀性应用换热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先者。